筋长一寸，延寿十年。而压腿是很好的动作，锻炼身体也离不开压腿。很多朋友说压腿压不下去，其实压腿也是有方法的。如果方法不对，努力白费；方法得当，事半功倍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组压腿的方法。首先我们做热身动作。